大家好，我是老外爸爸 Steven。今天我的邻居要插秧，所以我们去看一下。走吧。你是早鸟，你今天在做什么？我在看他们插秧。哇，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太棒了。
天的影片到此为止。其实现在我们知道农夫是怎么种田、稻田、插秧。谢谢收看，我是 Steven， 我们下一次再见，加油！